两三四段，六九十、十二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一平八个价钱，新价钱的新苗，一百啊 ，OK 啊，一百啊，一百啊，就一百啊，一百无啊，来无啊，好啊，安就好啊，新无啊，八个啊，来收啊，该。一二三四啊，五啊六啊七啊八啊，多少条？来，还要帮我揪着，然后不要这样，这么好集中着，赶紧来处理。哎哎哎，菜刀过来，让我来旁边弄毛病。特定一定完全弄无位啊，特定一定，大娘我包好好，你卖轻轻。上个月拢无送，十分欢喜就好，哦，大家欢喜上重要，来。来，陈经理。好，放这里平台。OK 了。来，陈经理。我拿着就好了哈。陈经理。大娘找你签名，加进我哩。来，陈经理。陈经理收了的。我好了。你过来要卖啥？哎，你有要食鸡腿无？你那要食鸡腿无？我爸来吃啊。关闭啊，雷棒诶。雷棒，哎呀，雷棒来。雷棒关闭。来，中部的集中点。来，上面讲柠檬鸡腿。来这边看。来，雷棒，来，你集中点刷过来，你看你要看，几个吃乖啊？哎，你要讲柠檬鸡腿。来，先找钱，先找钱。来，要讲柠檬鸡腿，是啊，要上楼啊，两百楼左边这。对啊，还是你有插插耳机的，不好听。嗯。你有插耳机啊？你不是为着要买鱼啊插的啊？靠呀，阿你蛤蟆无关的啦。阿你蛤蟆无关的，你要插啥蛤蟆无关的？当作是要来买鱼啊插的，你啊你啊嘴也闭，你蛤蟆无关的啦。阿你，你今仔若食鸡腿买两包，我这无买了，搁加一支，搁加两支，搁加三支啊，两包了。两个。鸡腿怎么吃？鸡腿三支、四支、卖五支啊，这三支送你啊，三包唔免啦，两包咧。个人三支，三支、四支、四部啊，四爷啊，来啊，七八两百块咧啊。这支鸡腿，这支鸡腿大概要大概是好肉啦，因为无骨啦，还有汤啊，好食啊。最后搁一个一包，咱试一下看卖够未够？来一包试一下。来，逛完去拖牌，买完用这台啊来吃。阿妹啊，这台啊。哎，你搞人买一包试一下看卖无？没有咯。一个再帮我收一下好无？哎，你若要一包试一下无？你若无啊，我要甲拼落去啊！好点啊！是，感谢你。来，第一个买两包，带给你啊！来一包，我这全部拢给你啊！吼，咱做生意就是简单，哦，啊干脆，啊沙利，啊卖废话，卖啰嗦，哦，这就是咱这档含人无共的。来，阿妈辛苦了，我走了。阿妈好，我先甲你去哦。上面讲讲话嘞。来，真正两包。你看这个人家，这个人家自囡仔，你读幼稚园，甲我买我来讲完，食到即摆大大汉了，你甲看。这个啊，阮人阿叔这个，好食无？我来讲完无浪费的啊。一个人家三包啊，四包你啊，五包啊，五包了。最后这两包两包怎么吃？你唔买就无啊。讲完今仔早三十包拢无啊，最后两包两包。好食。什么菜啊？人家那边在啥物啊？过去啊。你又是要我坏啊？春节两吗？春节两无，三个人加加钱，第四个卖加。哦，当然要，当然要。以后后壁搁有开个，一包叫唐扬鸡腿，看这一包一公斤，规包内底无。卖甲你画五百，画四百，三个人加要撑几个卖卖，要规包加水来做，只有像唐扬鸡腿款。这煮好的时候，要好的时候哦，前五秒到站头标了，看起来搁好食，两百多。两百。两百块，三百只唐扬鸡腿块，两百。有人要食唐扬鸡腿块无？两百块。刚才你三件物件拢无人要爱，唔知是你人来搬的还是安怎？你靠人要食鸡尾花，这鸡尾花当然我甲你讲哦，你傻傻爱，空鸡煮面，你拢甲人搬来拢会打，一盘总计卖甲你花五百、花四百，一个人要一份两百了，两百块三百只。哎，你靠人要食白带，要食鲑鱼，要食鳕鱼无？鲑鱼甲莫龙小我起来啦，莫龙小我起来啦，四爷，来四爷。鲑鱼三，没有，没有，鱼鱼鱼鱼两百，够够的。鱼鱼鱼够了没啊？我两百。够的。是最高的，要不傻，太多了。你我收了啊，够的啊。鱼鱼鱼够了没啊？我两百。加一分了啊。鱼鱼鱼你个傻傻，够甜的，真的。够了没啊？我两百。
下个一个还无两包无？啊无，我还讲话你唔好买过，你买一包，总去煮啊一包啦。八折。七零八，你买一包。收钱啊！我啊边个扣票的啦？一包够有人买来无？我啊只边个扣票，妈你有边个啊？两个。一百块呢啊？两个。我啊边个弄来？弄来上过。啊，这样弄来啊？我两个。一块，一共多少？你讲，你要一摊一点啦，行啊。我记啦，你又去过，我倒来，变来一百块尔嘛。记来啊，是。是啊，你记住我坐啊，我讲嘛。无啦，我买够记来啦，一百够买来无啊？你两百买过买一百，我也无爱送啊贵啊，一百够买来无？拢有啊吗？有我就收啊。是啊，迄个，好啦，迄个单是要过来要啦。啊不，你叫伊搁买两包啦，我搁加啊一毫伊个啦。我无来。无来啊？啊，慢慢收个，收个。两包。要一包还几多？搁要一包两包哦，无就收啊。台下收掉。姐，你帮我落去。那是朋友。靠遐，你袂惊有炸红梨？你拢无搞点红梨？你有人要食红梨无？要红梨足甜哦，红梨起来啊！放下去啊！我拜四哦，有你试一寡，我今年我用一个迄个烤肉煮啊，恁买啊！我到时啊好的时候，我会甲恁讲啊吼。好，我食到这种放下，真正 Q Q Q！ 恁捌去外口福州放下无？即摆我真正唔知影，我较早拢咧惊虾啊，特别别拢咧惊。较早来我咧食放下，安尼一份啦。哎，来林某你过来，安尼一份三十五啊。钓虾啊，虾啊钓，安尼一份福州放下，当安尼35。即摆我真正唔知影，我足久无去。我去钓鱼啊，要35加35的。一百。你要吃红梅，卖700。卖甲你开500啦。即卖物价拢足贵的啦，我来讲。全部招车落好无？五个人去落啊，唔免让你开700、800、500，唔免五个落啊，300上面一个。阿姐。300。是下底落啊，我等下。小姐。有人要吃红梅哦，300。一开始是咪有卖一份？我送个，送个嘞，帅不？啊，收两个，八包收两个。一包我变几多个送？我来讲，我全部卖四个了，四个人给了，我搁上个恁吃，唔免500，300了。两个啊！来个，来要吃红梨哦，300。红梨要两个，有人要吃无？凤螺300，谢谢。有人要搁吃红梨无？福州红梨。三方梨，伊同样个拢超好食，够人买下来无？拢有啊吼，有啊，我就收啊，一个这点都冰冰啊，其他啊，其他红色个来啊，来啊，我买只红梨，我来收，谢谢。来，你蛤蟆干好啊？蛤蟆干好啊？你即摆注意好用好食，帮我放起来，来继续玩。这啥物有人知无？这盘我咧卖这靠人两手，这叫土土里的飞溜啦。这地点我你甲收盐落去煎，你食好嘛呀？美味，好食。卖甲你花500卖400，一个人买一份啦，300上面一个300。来300。有人要食，有人要食土土里的飞溜无？300块咧。300。来，300有人要食无？300。土土的买你有人要吃无？300。来，你迄一个鸡，你顶块，我这鸡块平，我做歹做。来，结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啦，我来讲啊，简单啦，12个人计好啦。这拢上面啦，这拢上面啦。来，要吃土土的，你给钱啊，300尔啦，300。300有人要吃无？土土的。你有人要吃龙尾青鱼无？要吃鳕鱼？要吃鲑鱼无？今仔时啊，拢无人计搞，都鲑鱼是啥物状况啊呢？有人要食鲑鱼的手摇起，我食。对啊。来鲑鱼，我起起。鲑鱼啊。啥物鲑鱼？我来喝，我来喝。你300只，你头顿，你头顿买你干来一箱尔吗？嘿，就一箱尔，无啊。只要今仔日恁只所有人计，恁若加价300块，我这个头家一盘全部加5袋互恁食。这5袋拢是新本，你唔好当作5袋无啥物，5袋就是我的新本啊。有当时啊，真赚了，赚你5袋的钱尔。这5袋够你，全部加5袋哦你。
啊，全部加五地哦，啊，爸，我跟您讲哦，这土地里的美女是信用有够好的啦，真心的啦，你甲煎这个就好吃啊，烧一碗也袂煎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这一首尔我拢较凊彩一点，这免废话伤多，二四二四六八，先给钱的先给哦。两百人，来两百块了，这免功夫吧？两百块，用煎的就好吃啊，两百块啊，两百块了。来，拖出来买你上面吃两百，姐，一堆啊，两斤外外，来两百个，要吃土托鱼的话，无两百。朱姐，来，做两要吃拖出来买你无两百，还有人要吗？拢有啊，哎，我就一个咯。你只要搁一个人给给钱啊，我人给你买两百，你就卖走啊，就是要你欢喜啊，这是。安尼继续我咯。走啊 ！OK 啊，我买一个拖出来，你卖走吼，够买来无两百，两百够买来无两百，像我你卖几个？我两个。是啊，你卖几个？三个、两个，还是卖偌济？一千哦。你所有卖有搞买着拖出来的人家少，迄、那个这卖料的来，拢搁卖一百块哇？无卖着，还加我，你无卖着，卖加一百哇？你有卖来一百块来钱啊？接到一个马姐，一个马姐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两个。走啊！再弄我。哦，你比的话，我来，我再挑一个。来，等我姐姐。卖楼啊！后来，你讲有人给嘞，要吹那个鲑鱼。谢谢啊。好，我改，我改。